加油加油。哦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一堆老鼠被炸了、欸！我让他们被炸啊！那救海海哎，好扯哦，李叔！天哪、啊，天哪、啊，你要不要来？怎样？你来，你会可以舒压一下。李叔叫我来，我就直接来。哇塞，你在干嘛啦？鼠患啊，李叔！有没有舒压的感觉？鼠患啊！好爽哦！你这里是什么鬼啊？我想说让他炸一下，看会不会跑出什么东西。那你以为这是老鼠？这不是薯条，你当人家炸了薯条？感觉有一条路哎、欸，这是原本的路吧？不是，顶住炸一炸，那、啊、就炸回来啦。啊，刚可是我刚不是从这里来的？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嗯、啊，你说好可怕、啊，仓库，你来过吗？仓库好像有，哦，他好像只是把，哦，刚那个好像是偏中间的路，他炸一炸，很多路就通。大家都知道啊，迪叔都这样子玩游戏啦。直接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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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可怕了吧！可怕的队长，还有吧，我还可以。那你再看看还有什么，我去探一下，像魔王一般的路哦。好啊，交给你。这个地方。啊，感觉就是要老鼠王的洞窟，前面是老鼠王，老鼠王，那我大概懂他在卖什么东西了。老鼠王应该是不会动的，但我们要找到关键道具才可以。关键道具，说不定这里也会有。这个看迪叔先找到，还是我先找到关键道具了。真的，关键道具躲在哪、啊？完了，我这里好像啥都没有哎、欸，快晕了，好像真的啥都没有哎、欸。那我去拜见一下老鼠王哦。好啊。老鼠王，是给哎毒气攻击，谁敢闯入我的洞窟，他就使用毒气攻击，好毒，好毒。好毒！哎、欸，持续毒哎、欸，持续毒哎、欸，不对不对！哇，你要去吗？你有毒吗？我没有，我很安全。啊！他超毒哎、欸，所以我们就一定要跟那个猫猫有关键东西才可以。不是啊，那我们找不到啊，猫。找你去找，啊，找不到了，我又回到育婴室了。他说有个关键，然后就不多说一点。维修用的机械零件，维修用的机械零件，多给一点提示嘛，哥哥。哎、啊，你怎么掉下来了？我在找你啊，我不知道要去哪。我也不晓得，有人说在哈基那。在哈基那吗？正在一个都是箱子的房间看过类似的发条鼠，这里吗？都是箱子的房间。这我们要挖吗？那我开挖。好。你挖我蹲。哦。作者他在哪里？可是感觉这挖也很奇怪。对呀、啊。
我要来咯。你说灵魂出窍？出窍！等一下，地主等等啊！看我的灵魂出窍！可以，不在这里的感觉，那在哪里呢？在最下面，在垃圾堆，你的家，在我的家。对，但他垃圾堆不止一个。这时候，那时候我没有找到了这个垃圾堆。哦，这个垃圾堆。这个垃圾堆在哪里？在入口处，然后真的是拐来拐去，然后会拐到这里。来，迪叔，这个、哦、维修机器，哦，看到了。然后我们要把那个，把维修机器，把老鼠放在这里，它就会维修了吗？请勿放入非机械物品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，都是箱子，维修用的机械零件，维修用的机械零件啊，维修零件啊，维修完成，太棒了。丢置在老鼠王的洞窟门口，会自动的对老鼠啊，不是啊，这个又不是猫猫修的，这是我们修的。来啊，我们快速到猫猫旁边。嗯，你看，我们真的是几乎都有走到了。我们很努力了。这也要怎么？我们先来问问猫猫，你做了什么事？猫猫，猫猫，猫猫猫，你没有，你没有，你别看了，你没有，你就出一张嘴，你就叫我们找，对不对？啊，旁边就有德修，你没有，你提示也没有给，猫猫猫。你这样子不对耶，猫猫猫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干嘛？惩罚他！你干嘛？他不乖！你才不乖！不乖！他倒你就倒，他倒你就倒。我要体罚，对不对？不行！我打骂教育长大的。他倒你就倒，走了，走了，离开他，他没倒，离开他，你在干嘛？离开他，离开他。离开他，走了。我要去哪，往回去，出去找，找就对了。那边打，猫咪不是打的，怎样念的？不能打的。有用拳头念他。我也用拳头念你，我用斧头念你啊。哦，有啊，你很常念我。跟猫咪道歉。猫咪没的，猫咪道歉，你都没有道歉。我不 care 猫咪，猫咪不能用打的，你不能打老鼠。猫咪不能用打的，狗狗的教育我不知道，猫咪的教育都是不能打，你越打它越气气。你要说 的穿上装备，我们要准备打 boss 了。瞪你，我的老鼠呢？在我这里啦。我要穿老鼠。什么老鼠？哦，气死。来啦，老鼠王的洞窟去吧。哎、欸、我丢了。他死了吗？老鼠使用尿尿攻击。哎、欸、你怎么在那里？我在上面呢、欸。我在进动画、欸。赶快拿走羊毛就走了。哇，巨蟹八条鼠。机械方舟组对他使用尿尿攻击啊！那个羊毛，机械老鼠是好人。我们啊，废话，我们就是修这个来的。你到底有没有在念剧情？我都已经在讲了，我气死！这个人都没在玩啊！有，找到长跟一般老鼠有点像，找到黄色的牢房那边有奇怪声音。好，我们去牢房那。
走走走走走啊，他当然要长得跟一般老鼠像啊，这样才可以瞒过我们的鼠大王啊。啊，鼠大王有没有什么东西？蛮好奇的。虽然一般是啊，有吗？有吗？这是什么？好像不对呢，好像不对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可以按吗？别别别别别别别，好像不对呢。太好奇，好像不对呢，好像不对呢。我怕出事，我怕出事。误闯禁区了，老鼠王里面啊，我一看一下，我一看一下，老鼠王里面真的是真的是有东西哎。还是没有写指令，哦，所以只是他故意要吓我们，吓中吓，只是吓人的吗？嗯，只是吓人的啦。哦，在那里，赶快跑了，我赶快跑了，我怕等一下出事。所以你看这个老鼠王，他其实也是机械啊啊，难怪他一被尿就没了。因为他就机器故障了，所以他其实是机械鼠王，机械鼠王，然后来统治这里。哦，就是为这块长明明的东西啊，老鼠不开心，好好感谢朕吧。啊，不是，我们刚刚已经去过了，不是，我们已经有走过了。哦，哇，我们跟家玩的不一样耶。他会待在我们的住所，我们成功了，养猫了。啊，你为什么要把这里堵起来？我没有堵啊。你没有堵？啊，重置哦。它重置啊，我们没有木板门欸。啊，怎么办？我没有木头了欸。猫猫，猫猫，一起玩一起玩。我，你卡的吧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不然是谁？你怪怪的嘞！你看我们上刚来的时候要你 SUS， 我大怀疑你，我这一票是你的，我铁票你，我铁票你，迪叔超可疑。不是，我不是人。迪叔超可疑，猫猫猫猫猫耶！朕开金口是要点代价的，好想吃鱼哦，给朕带来一点鱼。迪叔在哪？不知道你怎么不见了？回家了啊！你说一开始的家吗？不然嘞？哦，过来过来，来了来了，过来，回头回头，钓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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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都有水去钓，然后我去放、哦、我去放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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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黄色羊毛，历经千辛万苦。放上去，我们的龙神大人有没有话对我们说呢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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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啥都没有，没有期待了，没有期待了。龙神大人，虚啊！哎，你钓到鱼了没？钓到一个皮革鱼 ，fish， f i s h。这里没有 fish， 快点，快点！看、啊、他不给力。哎呀呀，掉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再继续掉，继续掉！猫猫猫，给你一次。哦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我在玩。掉，再去掉。哈哈哈！讲不听。还有这么饿吗？蘑菇蜜窟，他差点，他的宝物被吃掉了，所以我们要为了他取回我们的毛毛猫的宝物，下一次就前往那里。跟你讲啊，我这个还有飞鱼啊，他是遗迹的主人哦，你要不要吃？哎哎哎，真的哎，真的哎，他又有对话了哎。哦，所以给他鱼吃，他就有更多的。提示给我们，然后你钓鱼不钓鱼，然后跑那么远在那边偷窥、哦、我自己吃这个鱼。唉，好啦，我们今天的梦都秘境就到此结束，下一次再来继续努力。这个猫猫猫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它，
如果他受了任何一丁点的伤害，黎叔就要人间。我喂这给他吃，他想吃鱼。他不想吃鱼，他不想吃这个鱼，乱来。我们下回再会，大家啵啵，拜拜。